好喜欢这个裤子哦，穿起来好瘦哦，腿好直好长。这个裤子我要，这裤子我穿起来好瘦，你本人看起来好瘦、哦。我也是，我刚刚照镜子，我自己吓到。我跟你讲，黑色一定要买，好瘦哦。黑色穿上去之后，你妈妈都认不得你。而且它后面有做这个松紧腰哦、啊，那它是什么材质呢？滑面的西装面料，这个也是属于那一种，就是体温上不去，一直很凉感的那一种。它这边呢，侧边它有做那个隐形拉链，所以如果你觉得哎，这松紧带呢，你觉得在穿脱的上面没有那么方便，你就可以拉这个隐形拉链。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心机的一点，它这个直接前面给你车两条线，这个车线很重要，而且它不是用压的，它是用车的、哦。我告诉你，这两条线会让整个裤子的这样子有没有？这边会往前一点。那请小柔穿一个浅一点的色，看什么底下那个压线。好啊，这个就是我色了，好好看、哦。有没有？现在那个压褶看得出来了吧？而且我跟你讲哦，平常有时候我穿落地裤，我会穿跟鞋，嗯、可是我这个是刚穿平底鞋，你们在那个视觉上效果看还是那么瘦。